楼主终于活过来了，抓紧时间给大家报个料。刚刚吃到两个一线花，巨好笑的瓜。楼主朋友圈那人最近在跟一个组双女主 A 和 B 吧一向不和，会在一起当然是因为大头。然后前阵子 B 的男朋友去探班了，阵仗非常夸张，带了烧烤师傅、麻辣烫师傅、小炒师傅现场做，还有个饮料车，你敢信？然后今天啊 ，A 的男朋友也来探班了，就悄悄的来，一个人开了辆很旧的越野，啥吃喝都没带，但是，请容许楼主用80000个感叹号表示，他让大家手机信号满格了。前面说过啊，他们拍戏的地方很偏，信号很差，打电话都经常掉，更别说上网了。他带了一个什么设备啊？楼主没太听懂，反正搞一搞，信号顿时好很多。据说他们整个剧组都感动哭了。我先去拿个麦，去，快快快！晶晶，等一下，晶晶，导演让我带点东西给您录上去。谢导演，不过不用客气，晶晶帮我准备了。嗨，晶晶准备是晶晶准备的，这是我们剧组的一点心意啊！拿着吧。别人他们班都是送吃送喝的，这我男朋友来都拿吃拿喝的，这传出去。您拿着吧，就好。那我也太有面子了。拿着吧，您就。那不客气了，哎，谢谢。路上慢点啊！走的时候，导演还塞了点东西让他路上吃。2333，这叫什么呀？知识就是力量。楼楼，你也太好解码了。乔晶晶、周小琪，笑了3分钟，简直神展开。周小琪岂不是气死了？乔晶晶男朋友是航天局那个吗？真是人才，大伙笑，人家探班送吃送喝，还送信号。代表自己表示，可以不吃麻辣烫，不吃烧烤，但是必须要有信号啊！小心开车哦。走吧。晶晶，我在后场呢，你呢？在大巴上。大巴？对啊，单位安排了几辆车，按不同方向送我们回家。你们单位后勤还真好。哎，你那现在这样跟我说话，你旁边的同事看到不会觉得奇怪？我在最后一排，旁边同事睡着了，试试你那边的信号，开的声音很小。我这挺流畅的。就是今天下午上网的人有点多，现在又好了。看什么呢？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哟。关于怎么画好古风妆，大家应该也都学会了吧？那么祝大家做个好梦。晚安。你还看明星直播啊？要化妆的，学海无涯。我猜你同事应该不会信吧？他信了。这难道是好久以前相信我是微信小程序那个？就是他。到家再和你交流化妆心得，刚刚有几个知识点没学会。好。
等你回来的时候，上海已经入秋了。我又开始想你了。我才不想谈呢！你想道理，别那么傲娇。于老师肯定不可能翘班来接你啊。他肯定很想来的。他才不会呢！最近他的人生第一知己回单位了，他每天可快乐了，他才不会想我呢。那我们回哪儿呀？还是去他家算了。夜戏赶杀青实在太累了，早上又要赶早班机，我要找一个近一点地方补个觉。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，我都懂的。交通。我说你这谈了恋爱以后人模人样的啊。还是现在遇着他喜欢吧，以后再说。哎，你是不是打算先结了婚，然后再原形毕露啊？你这可算是骗婚啊！哎，严重了啊！我们家女明星今年在上海的时间加起来1个月零10天，谁骗谁呀？这事儿得论证一下吧。